今天也不是周末呀，今天是星期五。这孩子们在这个儿童乐园玩的人比往常多，似乎好像是有什么活动日。这是卖啥的？分发一份一份的。哦，分发的。小朋友的，幼儿园小朋友。哦。人家这玩的好了，这是，哎，这小朋友们玩的。哦，没电，对，全靠这个水的这个，还有那个水泡。这大概还是一种活动。哎呀，这也是一家人在这儿出来玩来了。自己带的干粮，带的披萨，他们都好出来带个音响啊，背景音乐都是人家的音乐，这又是一家人。其实咱们哪天的也可以这的，拿出个垫子来，哎，坐在这儿，树荫底下挺好，就在咱家门口，哎，这个地方出来离我家。哎呀，也就两分钟，从我家出来两分钟就到了这个地方来了。平常没这么热闹，你看今天的人，还不是周末，哎呀，星期五今天是，就这么多人，这都说不来。咱们在这儿坐会儿。咱们在这儿坐，还是顺着这面就走到老年活动中心那儿。